福乐青年公园 Forest Lawn 已经有百年历史，服务南加州家庭超过一个世纪，有六个不同地点的纪念公园，近日隆重推出全新优美福地挚爱家族陵园，园区中有多种福地类型提供选择。我们所谓的这个家族花园，首先我们这里有不同各式各样的地，那么在这里呢，有传统土葬的地，当然也有一些人他们是希望能够用火化的方式来做，那么我们也有那方面的地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叫做家族的花园哈，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有私家花园，可以做半私家花园，就是旁边有草围着住，或者是全私家花园，那么也就是有墙壁围住的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呢，可以家人永远在一起。所以传统的地之外，我们还有就是所谓的墙木，那么墙木的话就是在地以上的，那么我们还有呢就是古瓮式的，这个也是以墙壁的方式来做，那么另外一个方式来说就是叫做壁瓮。说我们这里有各式各样的雕像，还有各式各样的很美的景色，我们也有很漂亮的凳子可以给大家坐着休息。首先有一个雕像呢，就是讲到就是生命的奥秘，那么这个生命的奥秘的雕像呢，实际上有18个人是以真人大人小孩子整个做出来的，那么整体的话呢是有15英尺。那在这个里头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家庭他们的反应。那么除此之外呢，我们在这里福乐纪念公园很了解，我们在这边有很多的华人也喜欢比较中国式的方式，所以我们这里还有一个马赛克，那么它这个很漂亮，在这个马赛克上面你可以看到一个很美的那个湖，然后呢可以看到树，看到那种比较是我们东方式的石头，所以这个呢又代表了我们除了注重家庭之外，我们也很注重就是东方式的一些的美，我们也把他们整个展示出来。位于科文纳冈 Covina Hills 的挚爱家族陵园是一个特别打造的优美别致的专属庭园，彰显出亲情永恒不灭的真爱与感动。福乐纪念公园拥有世界闻名的无与伦比的优美景观，卓越的服务和具有竞争力的价格，使得福乐纪念公园成为殡葬礼仪和墓地服务的业界楷模。他们的华语代表也致力于为华人家庭提供贴心专业的全方位服务。福乐纪念公园与 Arcadia 和 City of Industry 都设有华语办事处，欢迎致电或莅临咨询，电话888-689-8888。天下卫视在 Covina Hills 的采访报道。